从10点到现在4张。10张。4张。4张哦。嗯。那这样还真的很少，现在一个小时顶多2。均热差不多，甚至还没有均热。是因为系统在大改，然后人数一直在增加。增加。那这样。慢一点。嗨。
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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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没有，这个看你们需不需要，有的话晚一点再跟我要，因为想到你们有主管在。对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熊猫十八。我再确认一下餐点，猪肉冻装的一个，然后热红茶一杯。嗯、对，这个我签名。嗯，你有需要这个吗？这个吗？你看一下。有需要我可以多拿几张，没关系。一张就好了。嗯，因为它背面还有那个买炸鸡呀、啊、买披萨的折价券。对，一张就好，确定。好，不然就给我，再多给我两张，谢谢啦。反正我是刚好去拿披萨，顺便看到、okay. 我说可以拿吗，他说可以，我就把整碟拿走。拜拜。这个路上就是对面，这个超市
不好意思哦。不好意思，然后下一个。不好意思哦，第九个。嗨嗨，熊猫外送，一二一，嗯，那你们需要这个吗？这个，不久，嗯，啊，前面是正面是那个世贸旅馆的东。啊，要多也可以跟我讲，我这里有。嗯，因为刚才去拿披萨，然后看到这，我就干不错呢。反正提本提好人拢嘛好。披萨，披萨哈。对啊，我去披萨哈拿到的、啊。哦，安尼袂歹啊。还需要吗？没有的话，我还有一个啊。谢谢。一张就够。再一张就够。一张就够。那大哥你要吗？一张就够。好，小弟告退。拜拜！我干！对面哦！阿东！
没关系，小心小心小心。我看一下啊，这是46。46号取餐哦。是。啊，他没进单，稍等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你有需要这个东西吗？送别人的。一位客人。他有两面都不错的东西。你再看。对啊。我要两张可以吗？可以啊，我还想说你。这么多。啊，刚才去拿必胜客的时候。他给你的。没，他。